我要你很好，耶！继续回到我要你很好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上邀请到的是台南市社区观光关怀协会的小钟，还有我们的梁思杰，欢迎两位。嗨，大家好。好，那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呢，也听到两位就是关于这个社区发展方面的分享。那梁思姐呢，也跟我们聊到说，她在接触这份工作之后，心情上的一些转变嘛。那想要问一下梁思姐哦，你平常应该就是有很多会跟家人分享一些就是在社区推广上面的有趣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下这个部分？哎，可以，因为我们出去贩售的时候哈，哎，有人看到说。哎，这个西瓜棉是什么东西？哦，对，他问的好奇怪，我也是觉得西瓜棉就是我们那个大西瓜黄，你吃这个大的西瓜大的，就是红色的。嗯，为什么这个是白色的？嗯啊，因为它是幼果，嗯，还没长大，还没有长大，嗯，啊，我们就给它先保存下来，嗯，就这样。还有讲这西瓜棉这个腌制的，不是都是用那个皮吗？哦，不是。他们就是说用那个皮吃过的那个皮才腌，我说不是啊，就是我们的小幼果做的，嗯，就是说又咪咪又气的物件，该落去洗哦，安尼应该用的那都是又气的物件哦，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以为西瓜棉可能是西瓜的皮去弄的耶，所以其实是我们的小幼果，然后很多的游客都搞不清楚就对了。對，那刚刚你们也有说有办一些小旅行嘛？对对，有办个小旅行。通常梁思姐都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你们的社区？我们要先踏入我们的社区的时候，我要先跟他们说一声，我们这个不是很不做不起来尴尬，但是我们整卡的所在，对，你要先感受到我们整卡的一种气，哪个讲风的气味哦，乡下的风那种感觉，还有我的那个夕阳这个感受。嗯，要先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再介绍我们城西一些小旅行的介绍。嗯嗯嗯，因为你也先有感觉到我们刚刚才的气味的时候，你感觉哦，这整个的气味比较像呀，真正跟起来的气味不一样。嗯，就是因为起来有这种是东西也。奥多麦的气味，它有一种燃烧的味道。对，啊，我整卡不是，拢是像人讲讲所谓臭扑鼻，嘛不是臭扑鼻。嗯嗯，因为臭扑鼻是一种发酵的东西。嗯，啊，那是迄、那个起迄种，就有种来讲讲球啊，来讲讲一种分多精的感觉吧。对，就是那一种感觉。啊，我讲、我那去咧。个白，我那开始要做的时阵，从起先第一点先给伊饲着，讲个毛，我整卡买阿饲是条上好的鱼啊，就是安那饲，然后教因安那饲鱼啊，哦，就是安尼，后因感觉讲，哦，鱼啊来到第二，物件压落去时阵，迄了解压落时阵，哦，伊就规滚拢活来，我大家就感觉讲，好兴奋，看到他，哦，一刹那沙好大的，嗯，所以饲鱼啊喂鱼也是有学问的，就对了，对，不是哦被压乱撒这样子，不是不是，哦，因为要看它的风，看它有没有风，如果有风，你如果把那个饲料，从那个边边撒下去，它就不敢。不敢靠近来吃，我们要中间给它撒进去。这个有个学问的，这个要我们专家来说。真的哎，平常喂鱼就觉得饲料撒下去，它应该就自己来吃了吧？不是这样哦，还要看它时间，它时间没到，你下去它也不吃。哇，还要量成即食就对。对，它还量成即食，它长得比较漂亮。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养鱼这一部分就是。旅行介绍，还有一部分的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地方要介绍我们当地几个古老的东西。嗯，像是有什么？有那个以前拢有一种诶，人讲讲那是有一个小庙啊，这个庙啊，小庙，嘿，这个庙啊是安怎来？哦，一些古迹这样子。对对，你唔知啊，这个时阵你踏进你想啊，这我唔捌啦，这我唔知呀。啊，但是我来跟你讲讲，这间小庙是安怎来？因为伊就是当地是安怎去做，我感觉好，我有感受到，就给他盖了一个小庙在那边，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人讲解的话，可能就走过去了，对对，就对啊，就不晓得到底说这个的历史或者是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对不对？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啊，就是我想，社区里面应该都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产业。那一开始你们在选择推广的产品的时候，怎么会想要选择西瓜棉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觉得西瓜棉
面是一种寒天加热天，嗯，上好的食物，一年四季都有吗？它有季节性的，可是我们要保存。嗯嗯嗯哦，是这样，嗯嗯嗯，所以其实春夏秋冬都很适合来吃它。对，嗯嗯嗯嗯。第一点，伊是感觉讲是袂讲做腻，嗯，阿妈袂讲干嘛做酸，嗯，不会，就是味道很平衡，嗯嗯嗯，它吃起来就是很爽口。嗯，小钟是不是也想要讲一下这个部分？应该这样说，嗯，如果在台中的朋友一定有吃过所谓的酸菜白肉锅，哦，这是最多人吃的嘛，嗯嗯嗯嗯。它之所以它可以一年四季，我们都会说非常好的，因为夏天很开胃。对，我们把它变成凉拌的时候，嗯，那如果在冬天，我们把它煮鱼汤，嗯，或者是煮火锅，它那个很温暖，对，那种火锅的风味就跟我觉得比酸白菜锅来得好，而且哦。更不一样，你可能酸白菜吃腻了，可能来可以尝试一下西瓜面哦。对，那种，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风味的一个料理啦。嗯嗯嗯。对，那像刚刚我们郭大姐这边有提到小旅行的部分，嗯，那我们除了来我们社区做一些小旅行，体验一些社区的分多金，嗯，那其实那种分多金其实就是海的风味。Oh. 我可以这样说，那你可以来我们这边体验做一些不一样的 DIY 课程，比如说做西瓜棉体验啊。哦，oh. 欸，不晓得西瓜棉怎么做，大家一直以为是西瓜皮而已，但其实不是。对，那来看到说，欸，这是西瓜，西瓜怎么可能长这样？大家会用着疑惑的眼神看着我，那我就说这就是西瓜。所以他们在做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可能自己切一切，说这真的是西瓜嘛？所以他们自己会拿起来吃。但是他们在吃的过程里面，我就跟他说，嗯，你们肠胃应该很厉害，很用。对，我们都不敢这样吃，但是你们敢这样吃，那没关系。如果喜欢这样体验的，我们也非常欢迎。那另外一个就是体验完这样的东西之后，我们做一些所谓的，我们加入了所谓食农教育，嗯，那食农教育其实在日本非常的夯，让大家了解到所谓在地食材的应用，嗯，对，那我们把西瓜棉这样的东西把它融入到了我们做包子，哦，包子，嗯，我们把它就现在外面应该是买不到的，所谓西瓜棉肉包，哦，对，然后就是我们用我们 特殊的做法，嗯，那让他们去体验怎么包包子，哦，但是包包子也是一门学问，很多人包完之后都是开口笑，嗯，对，这个是没办法去，但是他要经验啦，对，经验，但是他也是趣味所在嘛，对对对对。那我们也做了，我们也开始在做所谓的西瓜棉鱼丸，哦，对，我们鱼丸的部分也是让大家去体验怎么做，嗯，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还没有自己亲自体验过鲫鱼丸这件事情，对啊，对，所以来我们这边做小旅行的时候，它其实非常棒。嗯，大家一开始弄的时候切一切，然后做了一些把西瓜棉加进去，嗯，然后开始在揉那一刹那，他说：“哇，天哪，这个触感从没有过，怎么软软的，然后又冰冰凉凉这样在那边弄，然后弄一弄，然后就开始鲫鱼丸。”但是很多很多游客来玩之后，他挤过之后就跟我说：“哎，这是在做台南知名的浮水鱼羹吧？”嗯，但是我们要做鱼丸，怎么会做成浮水鱼羹呢？所以真的形状怪怪的，对，形状怪怪的。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嗯，而且永生难忘。对，所以我们这种小旅行就是用要花你的体力来流汗，嗯，你缴了费用，那当然就是我们回馈给社区嘛，嗯。流汗了，那辛苦了，但是 回忆是我们带回去的，嗯，对对对对 对, 对。那其实全台湾还有很多其实小小的社区都有大大的特色，那我想要问一下小钟哦，如果说有长辈朋友，可能其他社区的长辈朋友有想要就是投入这样子社区产业的推广，他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下手？前阵子我们有去演讲，就带着妈妈们去演讲，嗯，那底下有蛮多长辈听完我也演讲完的过程里面，他有提到就是他们对于这种社区产业非常有兴趣，嗯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让我引起这样的动机，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会引起他们这种动机的想法的话，应该是对于在地的连接性，所以如果要家中有一些长辈或者是想要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的时候，我倒觉得可以从身旁的你们住的地方，嗯，去看看有没有做这样的社区产业。其实现在不管是行政院水保局，或者是文化部，或者是营建署，他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专案都在做一些社区营造、社区再造这件事情，所以可以从家中的一些我们住的地方在地去了解，说我本身我们在地有哪些已经在做的，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一起去共同去
共融，然后去发起这种活动。对，可能从生活周遭来做观察。对对对对，你从你生活里面去看这件事情，或许会比你去加到其他社群里面去来得好。我倒是这样认为啦。所以其实应该政府单位都有。有一些管道可以给我们长辈朋友这方面的协助吧。像社区关怀协会的话，也是全台湾各地都有的。对，就像我们现在其实我就补充一下说明，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做那个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开发方案。那这个方案其实是当初由我们协会去提出嘛。那这个方案它是非常棒的，就是它是补充所谓的弱势就业这件事情。那弱势就业，那在社区里面，当我们要发展一个产业的时候，我们本身就是弱势啊。对，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人？如果没有人来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动不起来。所以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在地的这些老一辈的人，我们或者是一些二度失业的就业需要就业的妇女，他们就可以在当地就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像刚刚有提到说，那长辈想要加入怎么办？他可以到第二个管道，就是可以到就业服务中心，就是比如说台南市的，全台湾都有，你去一些就业服务中心，你去做登录，那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社区的伙伴，然后一起加入进来去共同发展，也是有可能的。对，这也是一个方式。那万一遇到的是一个就是还没有人去发起的一个产业的话，那如果说长辈朋友他想要担任一个发起人的角色，他可以怎么样去运行这件事情？有点困难吗？这个是我觉得也不困难啊，就是要有一个真的是要有一个心力啊。那像郭大姐他们会愿意来发起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原因是他毕竟他是在地人，在地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因为你在地，你就会因为你生活在这里，会有感情，所以你就会愿意去付出一些，我想要让他更好的事情，那种氛围就会不一样。所以。像我那天我遇到那个长辈，他就跟我说：“年轻人，你做这个真的非常棒！我真的很想要加入你们团队。”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很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当然会希望是从你身旁的社区，或者是你在地的社区，你去做扶植，去做不一样的体验，让他们有一点发挥的空间。你带起来了，那你就是发起人啊，也不见得一定要融入我们嘛。”对，这是一个方式。那你可能所得的跟你的收获会更不一样。就是像郭大姐她有蛮多的收获，像她做这样的事情，从培训的课程里面然后到现在真的在做推广的时候，她相信也有满满的心得。对。那我们梁思姐是不是再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段，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朋友没有接触过，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到底接触了这样子社区推广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还有会不会就是在生活上面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以梁思姐来说，你是非常建议长辈朋友来投入的吗？我建议，因为他们的经历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经过的事情是很多的，对，人生的历练很多。对，你要挖他们的经验，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了。因为他说的他们那个经历说了我们就没有经过的，所以我们在得到他们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所以很多人说年轻人有创意，但其实呢我们长辈朋友他有的是他人生的经验，这个是更可贵的。对，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可能想要去冲想要去闯，可是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长辈朋友他们可能可以用一些他们以前的人生经验来教我们说这个产品其实你可以做成什么也很好吃哦，或者是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它变得更热门更热销。对，那这些都是经验去累积换来的。对，所以非常的建议长辈朋友都可以投入这样子的行业。对，而且呢也可以跟梁思姐一样，其实整个人的心态都变得很开阔，对，很开朗，然后变得年轻了。年轻了20岁有没有？有。全部都去寄银行了，现在比较年轻了。真的，就是如果长辈朋友也对自己的社区关怀想要尽一份心力的话，就是也可以投入这样子的行业，也算是新职场的一份新选择。那我们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台南市社区观光关怀协会的小钟还有梁思姐，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
我要你很好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老财是宝，好还可以更好，每个人都实用的乐龄百科。